欸，做的很像呢，有点意思哦。看有没有像双手指哈？啊，怎么会有上坡？重新一下。像哦，这个是飞出去骗气，哇，太陡了吧！等一下，有这么陡吗？是有点蛮像手指二的啊，这个感觉蛮像的，只是没有捷径而已，他可能估计做不出来。玩家应该是很喜欢玩手指系列的。哎，两圈头哥，我以为到了，害我都被放手了。但我被骗了。弯是不是？我在被骗了哈？没有，没有弄。这是什么？可以啊，这张图比较人性化一点，比较没那么窄。秋名山道，我来看看，我要成为藤原拓海了，弯得过去，到底弯不弯得过去呢？我看一下哦，前面我这边选择抓地。我要找水沟啦，水沟在哪里？你水沟最好给我画出来啊，不然就不叫秋名山哦。因为我没有在看拓海在比赛的时候都是用水沟盖跑法赢的吗？哦，竟然有草皮耶！真的好陡哦。等一下，秋名山有这么陡吗？没有。他怎么没有？连续法夹弯来了，第一个 U 弯。这我看过梁界被超车的地方了，就是那个水沟盖。哎，怎么没有水沟盖？啊靠！要这什么急弯？哎，被超车好是几届？不是两届，两届是最后一个弯被超了。我有在看头文字 D 哈，白色彗星。哎，看过电影版，爸爸我要买 GTR， 爸爸我要买 GTR， 不管我要买 GTR。哦哦哦，怎么没到？到了啦，豆腐掉光光啦，各位。
程是什么啦？极速领域很有名的赛道吗？极速领域很有名的赛道吗？豆腐变豆浆了。有像十一层吗？各位有吗？有像吗？哎呦！我是看不出来有没有像啊。这个太 U 了吧！我都那么早甩了，还是中奖。那个什么 CC， 哎，那个什么极速领域那个怎么讲 ？CWC 出弯 ，WCCC， 是吗？什么 CCW 出弯啊？还是 CC 什么鬼的？有点忘了。他们那个出弯挺牛逼的、啊，什么厕所喷？哎呦，靠腰撞到 C W， 哦，玩十一层，我们要 C W 喷 C C W， 这我怎么一直撞这里？来，我来试一下 C C W 喷喷喷喷不出来，喷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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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吧？喷喷喷喷，这长什么样子啊？跟这个可爱的十一层致敬。到了啦！哎，可以啊，这一张跳小草来，没错，专业的。再跑一个好了。那个图真的蛮好玩的。塔罗真的有塔罗吗？哎呦，是这个大上坡哎、欸！这明明就赛道九的上坡吧？你有不知道你想要干嘛吗？右转，点点点，到了啦。这一张还算有人情味，没错，这一张地图没有那么多急弯啊，还算好跑啊。哇，连续弯道，哇，哈哈，我也想要创图啊，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个资格。
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新潮，这个玩家可以可以可以，太屌了。哎呦，我真的要看小地图，我看小地图好像好，我要看小地图又来不及空路线，左弯吗？你没有玩过头文字 D 吗？我只有玩过机台机场而已。哇靠，这什么 U 弯来了来了来了，这该不会是日本人设计的吧？还是他是头文字 D 迷？哎呦，连续的法夹弯，承认手指是不是？我靠，不是手指，不是 U 弯啊，是大 U 弯啊！我靠，进化了！哇，真的难跑，右边。哇，这么陡的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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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长什么样子啊？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看旁边的小地图了。这真的超陡，我的天！原来玩家设计的图才是最难的啊！天哪，这是什么？哇哇哇哇！下坡下坡。好弯啊，这是什么山路是不是？哎、欸、那个好玩的、欸、哎、欸、我怎么记得头文字 D 有一个场景是落叶超车流，我记得好像我曾经有看过有一个剧场版，就是那个捷径中的捷径，一个蓝色跑车，他不是说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内线中的内线，他直接跳那个山崖啊，那个弯道与弯道之间的那个空间的空隙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就是这个弯道第三十三弯还是什么的？我印象中有这个。突然看到那个下坡，那个就很像是那个场景，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？就是好像是剧场版的啊，就是飞跃是不是啊？还干那么短哦、啊。好累啊！到底长什么样？要飞要飞要飞！可不可以直线多一点啊？到到到到！好了，快晕倒了！啊！